为此庶子险败我三军，若不杀你，何以谢三军？何以见陛下？愣着干什么？拉出去！斩！是。公子，公子，请让步！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！公子，大都督，此非是让大都督徇私枉法，实在是大善用人之际。少将军素来勇武，请为国家留人。下官愿为少将军作保，末将也愿为少将军作保，请大都督开恩呐！末将也愿为少将军作保，公子，大都督你开恩呐！跪！杀赵二啊！夫人年事已高，赵二就是他的命根子，求你网开一面，饶他一命，也好向夫人交代呀、啊。爹，看在娘的份上，饶了赵二这一次吧。此乃三军军长，岂容得你们在这儿哭爹喊娘？再多一句嘴，我连你一起杀！住手！住手！这样我就没有办法行刑了。滚！告诉我爹，要杀，就把我们兄弟俩一起杀了。大哥，你走，我自己的罪我自己担。大公子。公子，
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，你能留下末将的一条性命，也请饶了二公子吧。若是二公子真的死了，末将有何颜面偷生啊？请大都督开恩呐！请大都督开恩啊！请大都督开恩！请大都督开恩呐！请大都督开恩！请大都督开恩！请大都督开恩！公主。报！启禀大都督，大公子挡着二公子，刀斧手无法行刑。把他拉开！是，大都督，末将与二公子同罪，请与二公子同死。你站住！末将也愿与二公子同死，末将也愿与二公子同死。我等愿与二公子同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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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愿与二公子同死。这都是二公子麾下的将士，跟随二公子出生入死。或受二公子之恩，或与二公子有同袍之情，在他们心中，二公子是个好将军呀！请大都督体恤军心，末将恳请大都督开恩，恳请大都督开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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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大都督开恩。军将士血染沙场，一垂心泣血，一感念三军将士众志成城，同仇敌忾之心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鞭刑两百。大都督，两百鞭只恐少将军承受不住，将来还要征战沙场。得打，再劝就不打了，再劝就杀。
鞭刑200。是。145！145！将军，报，二公子被打晕了。
就给我把头抬起来。孙礼，下官在。张贴告示，于辕门及洛阳城内，司马昭违反军令，由此惩罚。再有胆敢请战者，严惩不贷。是。诸位将军，征战辛劳，各自回营歇息吧。命是保住了，可毕竟是二百鞭呢，打的肉都翻着花，一地的血呀！爹，军中行医条件简陋，还是尽快把昭儿送回洛阳好好调养，在娘身边踏实。他这个样子回去，夫人看见不得疯啊！时儿说的对，惹春华生气，好过让昭儿难受。时儿，在，安排人。侯吉，在，你亲自把他送回洛阳，把他送回他娘身边。是。公子，我得说一句，
五毒尚且不识字，肉都打得翻的花一地的血呀，你也太狠了。你看我这手上都是。我今年56了，再不打醒他，吃亏的是他自己。是是是，打得对，一地的血。丞相，此番虽然魏僧杀了司马懿，但得了渭南大营，我军全胜，丞相不必太难过了。为帅者，知天时，察地利，晓人心。可是我也有未能算到的天时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丞相怎么能自己怪自己？天时萦绕我心里的就是这两个字。什么消息啊？司马懿集中兵力，尽数在北原安营。探子说，他将司马昭打了鞭子，还在辕门外贴了告示，说再有擅自请战者，与此同罪。他这告示是给我，也是给曹睿看的。不行，命令将士到魏营前邀战。是。还不如把你们大都督的头一并送给大爷。听到了吗？太刺耳了。听到了，很悦耳。悦耳？蜀军欺我至此，忍到什么时候才是头？是直下担当，忍不可忍，方是忍。带上。司马老儿是软蛋，武艺强，腿大战。向前跑了两步半，卧在沟里不动弹。选个三军帅，弃甲又丢盔。远看司马懿，近看老乌龟。
丞相，我军接连叫骂数日，可司马懿就是不出战呢。他吃了大亏，是不会再出战了。两军交战，必有胜负，我付得起，可他却付不起。曹睿不是已经下诏让他三个月之内击退我们吗？他这么拖着，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在等什么呢？坚守。有时候是最好的进攻。司马懿这只老狐狸做戏做到朕的头上来了啊！他是还没有退敌吗？不但没有，还因为他的儿子擅自出兵，差点没把他儿子给打死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想告诉陛下，他是铁了心不出战啊。看来这只鹰的羽翼成了。还有一个月，你做朕的箭，把它给我射下来。奴婢去给司马懿送一份大礼。小心点，他的胆子现在有多大，朕也看不清。打得该，你这幸亏是逃出来了。败了，再捅到朝廷那儿去，可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了。是，娘说的对，是儿子该打。哎呦，不过你这爹下手也太狠。从小到大，娘都没舍得打过你，这还是你亲爹呢。娘，这也不怪爹，是我太鲁莽贪功了，害死自己事小，差点害了全军将士。爹也是不得已，战场险恶呀。你还知道自己错了？你爹近况怎么样？恐怕还是焦头烂额，一筹莫展。干脆我去军营看看他吧。我倒也想看看那个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人。娘，你要去你带我一块儿吧。我这时候在洛阳，我真的一辈子没脸见人了。你以为你有脸见你爹呀？娘。嫂子。还疼吗，二弟？没事，不疼。来，自己端着喝了。哎，娘，我在外面都听见了。我这就去准备一些衣裳，你们去的时候也带一些给子元吧。好，慧儿，你是长媳。娘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嗯。站住！吁，来者何人？汉武乡侯诸葛丞相，奉书魏大都督司马懿麾下。开门！仲达即为大将，统领中原之众，不思披坚执锐，以决雌雄，乃甘枯守土巢，紧闭刀剑，与妇人有何异哉？今遣送金国素衣至，如不出战，可再败而受之。倘耻心未泯，犹有男子胸襟，早与我一战。
这是诸葛丞相送我的女裙吧？此乃我国蜀锦衣裙。大都督若如女子一般软弱怯战，敬请大都督穿上。放肆！诸葛村夫如此猖狂，末将愿与蜀军决一死战。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住手！不斩来使。将尊师请回来。属下鲁莽，惊扰尊师，失礼了。请。坐。诸葛丞相近来可好啊？我家丞相安好。素闻丞相废寝忘食，日理万机，近来还是一样的操劳吗？那是自然，我国上下皆仰赖丞相。丞相唯恐负先帝，营中无论大小事都亲自批阅，罚20丈以上皆亲自过问。哎，如此才具，我不如孔明啊。你家丞相饮食如何？一顿吃几碗饭？丞相每日不过3-4升米。那几时就寝？几时起身啊？丞相夙兴夜寐，每日睡不过2个时辰。丞相辛劳。大都督不必顾左右而言他，要么与我战书，要么穿上女裙，我好回营答复丞相，否则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了他！好，大都督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信使那儿还没有消息吗？此人能言善辩，胆识过人，一定能激怒司马懿，邀他出战。望他能够成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又何尝会用此法呀？入秋了，秋风凄凄，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，雁南归。欢乐极喜，哀情多，少壮即逝兮，奈老何？这蜀锦夷皮天下，艳丽盖世，诸葛丞相六出祁山的军费就是蜀中姑娘一丝一线织出来的。哎，
只是他们的情郎征战在外，不知哪日才能与他们团聚。家中也有人织锦吧？有。丞相知我，我知丞相，彼此心照。侯吉，侯吉在洛阳。爹，不可！大都督，不要了！不要了！大都督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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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